他现在是踩我屁股风吗？好特别，我不知道该把舒服表现出来或不要表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大家先拍手，因为强尼呢又找到了新的店家给大家了，没错，所以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越南辣妹洗头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了的是 Triple One 这一家新的按摩店，哇，看起来很高级耶，而且它最特别的竟然标榜着什么叫做泰越帝王洗，什么叫做泰国越南的帝王洗，我超级好奇的，所以呢我们赶快事不宜迟进去体验看看给大家， Let's go。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哦，你好你好，哇，哎，他们是用机器在点餐的吗？我们来问一下柜台小姐姐好了。你好你好，哎，请问你们点餐在这里吗？好，对的，是不是我们是在机器里面购票，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那些服务就对了。可是我今天呢就是想要体验那个什么泰越式帝王洗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先在这边购票。我们等待小姐姐的期间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环境，我有吓到哦，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质感，真的是我按摩洗头到现在这一间真的是最高级耶。换好衣服啦，哎，这就是他们的衣服。那我先简单讲一下，哎，这个换衣间啊，平常呢我去的都没有这个换衣间哦。小姐姐带我去吗？哇，哎，这一间好厉害哦，好高级哦，没有开玩笑，看一下，哇，我要在这里享受吗？哦，哎，好舒服哦，这个躺椅。喂。打开有这个，哎，原来洗脚的地方在这里，准备开始了。哦，水温好舒服哦，洗脚真的是会直接洗到你的小腿这边呢，好舒服哦。走路走一阵子啊，这个真的需要磨一磨，哎，尤其是我刚刚逛完那个范武老街，啊，那个路走的可多了哦。那现在呢，要倒入的是药材包，因为呢，听说我等一下呢脚就是会一直浸泡在这个药材水里，然后呢，他边帮我做洗头啊、按摩的动作，哎，这是什么帝王享受？真的如其名呢。哦，松松松的哦，这个温度哦，可以耶，哇，这个药材香，哎，那真的是有物超所值哦。嗯，自动的，我以为它这个是固定的，哇，哦，这么高级啊。松软，你很棒哦。谢谢。我们刚刚答应。OK。要剪手指甲了。这个活泼小妹妹呢，我帮大家问一点她的个人信息。Amber 哪集 ？Amber 哪 ？Jelly，Jelly， 哦，果冻是不是？哎 ，Jelly， 包牛，啊，包牛腿，包牛腿 ，Sorry， 海梅，海梅腿，哦 ，Am allowed，
西江啊，哦，西江尿地呢。M 狗板在这，这在烧空狗，空开机，空哦，可是我觉得他个性啊，很活泼，很可爱，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。我没有看过有一家是剪脚指甲的，我说真的，我现在就是只有手指甲被剪，这家连脚指甲都有。真的是很 good luck 哦，这个服务可以哦，太好了，这样子我连脚指甲都不用剪了。这张大床啊，真的让人躺了就是不想起来，好舒服啊！啊，这个床怎么这么赞啊？而且我这样看，它该不会按摩跟洗头都同一个地方吧？这个真的很少有，就是说我到现在没有遇过。哦，这个手，哦，这样按好舒服哦。肩颈这一块好赞，而且他们还有特别的精油。他现在是踩我屁股缝吗？好特别，我不知道该把舒服表现出来或不要表现。哥，洗头。哦，洗头了，好好，叫我哥呢。哎，带大家来偷看一眼，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一种的，我也很好奇他是怎样操作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躺在这上面，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从来没有体验过，就是大家说的那种断头台那种洗头。好香哦，先嗅觉的那种舒缓。
洗头舒服到我差点睡着，不对，应该是说我好像真的睡着了。有点紧张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好奇妙的感觉哦。这个等于肩膀、背部都湿了。但久了习惯也是很舒服哎，哦，这种淋下去的感觉，我懂了。哇！哦，然后现在，嘿嘿，咖喱顺哎，它现在那个水这样子一个一个一直打在我的头皮上，好舒服哦。真的是那种水柱按摩，哦，哦 ，OK 的，这都，他们真的很赞哎，他刚刚洗头啊，那个是药膳洗头哎，难怪味道这么香，啊，舒服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哦哦，肩膀这里好哦，站站站，哇哦 ，nice 哦。吹头发啦 ，OK。新店家体验完了，那这就是今天的 Triple One 一一的按摩体验了，哦，哇，什么泰式、粤式结合啊，真的是很超值哦。这个小姐姐真的很好笑，而且呢，她的技术不生疏哦。再介绍一下 ，Ender 娜姐 ，Jerry，OK，OK，哦，大家要记得她哦。虽然比外面贵一点点，真的就那么一点点，因为这样是50万越南盾，但是，哎，这样的环境还有刚刚那些服务啊，哎，有一些真的我没有体验过，所以呢，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试试看哦，有够超值的。然后最后还有可以喝鸡汤哎，那种甜点啊，哇，真的是很赞。整体而言呢，就是非常的放松啦，咱们大家拜拜。洗完了，现在竟然还有这什么鸡汤哎，太狂了，你来看。既然有鸡汤可以喝，这个呢是这里做完之后的 service 吗？太爽了！叫你哥哥，我们很喜欢你哦。哦，签名是不是？好好好，哎，第一次被要求哎，那我就帮贵店签一下名好了。